说。洗碗。冰凉。看那一条那么漂亮，才一条队。对啊，一条很美。对呀、啊。3万。周子婷能够抓上对刀自摸，还是会摸到二五八条放炮呢？才一条队。对啊，一条很美。对啊。3万。启禀。各位。一禀。七头，月啦，2万，活了，活了。牌我跟慧茹都一定会听五条中的，对啊，因为有一个牌没有牌嘛，牌倒下来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哦，你的碰完的小女牌不是这样，然后还有一条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牌我会听五条中，我也是，不然打六条出去，对啊，他只摸五条啊，只摸牌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七找八找，那个一条根本不应该拆的，拆8万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一条对，很可惜。对呀，万字摸麻将抉择很重要。嗯，好，所以呢，这边是红中一个底，2000块，恭喜！来，马上我们下一场，红中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2台。第三场，好，现在是两组都有钱的在台上。没有钱就坐在那边，看看别人怎么打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是3000，对，2000都算低啦，还是要冲一下。好，来，拼大把的，真稳。好，马上来看4家的牌，先看孙婉婷的牌。2000对3000，这把其实没啥好拼啊，追分不是重点，高大才有意义。五八饼变3条，自摸拼成3，赚的才够看。王小彤第一战胡很快，这把再来往上加，他7条凑万字大，守得门清等平大，目标12台，拼冠军才能温大大。上一站小胡2台，这把可别这样就满足了，只是你牌有点惨，不如有吃有碰，早点抢拼，等自摸卡细在。冠
林哥啊，这牌你会怎么玩？人们轻轻走的，还是西风先碰先抢一台？饼子多摸多靠，还是凑凑来瓶红包？来，玩贴心的，西风。小手气腾腾啊！东风。发财，南风，喂，你真的打错边了。动了风，哎呦，哎呦，相对的，哎呦。东风，南风，来，五条，薄薄的。红中，五条，你这也可以盯，对呀，你这也可以蹭呢，哇，盯你的白皮，拜托，啊，因为打票是这样，红中要用拜托的，你一辈子都没办法。好，不适合我的 style。八饼，不适合。三条。五手，对。哎，好，大家都可以，大家一起来盯一下。五手就在这样打。四手。哇，你在打什么啊？大家都五条，你不会猜四五条、六条吧？应该是我打吧，九万，拜托，四条，这，大明，七。谢谢。一条。红。八。上点。哟。多一台，多一台。拜拜。二条，你看看什么队友啊？你要吃三条，有苦说不出来。没事，我打一条给他碰啊。对对对对 ，OK 的 ，OK 的，同一队的 ，OK OK。为了证明我们同心，来，二叔。